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频道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新疆伊犁州的果赛风景区。很多来新疆旅行的朋友会去到赛里木湖游览，去赛里木湖就会经过这个果赛风景区。果赛风景区从这个名字上就能理解，它既能看到果子沟的风景，又能看到赛里木湖的风景。关键这个景区还是免费的，大家只需要爬到山顶，就可以同时欣赏到果子沟和赛里木湖的美景。我们今天就准备在果赛风景区里找个地方露营，然后再徒步爬个山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果子沟金顶的民宿多少钱一晚啊？这个酒店在旺季住宿的起步价在2000元左右，站在客房的阳台上就能欣赏果子沟大桥。我们本想着问问这里面有没有付费露营的地方，结果没有，于是我们又来到另一个农家乐。这个农家乐的环境很不错啊，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面露营，收费呢是100元，但是我们最终没有选择在这里，因为我们觉得这里视野不够开阔，我们想找一个可以看得见湖的地方露营。最终我们找到了这里，这里呢视野开阔，还能看见湖，今晚呢就准备在这里扎营了。我们搭帐篷的地方也挺热闹的，那边有一群维族大姐在跳舞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帐篷啊。现在是夕阳黄昏的时候，特别美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赛里木湖旁边扎营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到这的时间很尴尬，7-8点，进景区吧又晚了，所以就在这就近扎营，明天再进赛里木湖。刚好我们今天在这爬个山。现在呢正是黄昏的时候啊，光线非常的好，我带刘梦去爬一下这个栈道，爬到山顶去欣赏赛里木湖的日落，顺便呢也能欣赏到果子沟大桥的日落，非常的美啊。我们到达了第一个观景台，哇，看一下这个路是怎么走的呢？先是进这个隧道，然后在山里面绕一圈，绕到这个桥上，然后再绕到这个谷底。这片停车区呢，就是观景台了。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栈道上来的。我们现在要与太阳赛跑，我感觉现在太阳落的速度太快了，还没有等我们爬到顶，太阳就要落了。我们现在只爬到一半的位置，实在没有时间爬到山顶了，因为你看太阳马上就要到山后面去了。爸爸，你看这个太离谱了吧。你看，但是在这个角度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赛里木湖的，我们只能这样去欣赏一下了。其实有时间爬到这个上面来看赛里木湖，我觉得才是最好的角度，而且这里是免费的。可惜啊，咱们今天是爬不上去了，我们在这里赏一会儿景就下去了。怎么样，夕阳美不美？夕阳美不美？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地形啊，这边就是赛里木湖，然后转过来呢就是果子沟和果子沟大桥了。大家了解这里的地形了吗？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其实走这个栈道还好。刘梦已经不见了，走回我们营地了。走，开，哼，走吧走吧，快走。欢迎你，回去妈妈应该把饭做好了已经。我们露营的地方和赛里木湖景区里露营的地方就隔了一道铁丝网啊，这里面的露营环境真的太好了，明天我们也要进去在这里面露营，先用无人机来踩个点吧。赛里木湖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玩露营的地点，大家要来新疆自驾游的话一定要来赛里木湖露营一次。这就是我们露营的地方，就在路边。告诉大家一个技巧，就是像这种国道边上道路之外铁丝网之内的这一片地，
这里不属于任何牧民的草场，这里属于路政管理，在这里露营一般没有人会管你，但是缺点就是有点吵。天黑了，这个地方天黑之后还挺凉快的。这个地方的海拔有2000米，2100米，太阳一下山就特别凉快。我们前几天在市里面真是要把人热死了，今天终于凉快了，甚至有一点冷。但是呢，咱们一进到这个帐篷里来啊，就不冷，刚刚好，这温度非常合适。看，我们特意把这个门朝向赛里木湖这一边啊，明天早上一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赛里木湖的日出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帐篷的内部怎么样，非常宽敞吧。一会儿就把床架到这里，在这睡觉，车里再睡一个就够了，刚刚好，连地钉都不用打，是不是？这帐篷其实挺好用的，不用打地钉。海拔超过2000米以上就没有蚊子啊，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不会要听一晚上广播吧？就当催眠了，就跟南无阿弥陀佛一样，听着听着睡着。我感觉这个有点吵。这是我们在伊宁市买的意大利面酱啊，今天我们就吃一个这个意大利面。刀削意大利刀削面。还可以吧？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吧，吃。现在室外温度是17度啊，帐篷里面是20度。然后呢，我们吃完饭了，现在喝个茶，吃点水果，吃点零食，就准备睡觉了。怎么样？帐篷大还是好吧？想睡哪睡哪。睡觉了啊，晚安。好了，我也睡了，晚安，睡觉。本来说早上起来拍个日出呢，一觉醒来已经10点了，日出没看到啊。我现在来不花钱的偷窥一下赛里木湖啊，看景区里面湖边很多人在露营。大家请看，怎么样去果赛风景区呢？咱们走连霍高速，乌鲁木齐往伊宁市方向，走到赛里木湖隧道的时候，右边有一个岔路口，咱们从这边下去就到果赛风景区了。大家学会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已经起床了，现在准备简单的整点早饭吃一下，然后就进赛里木湖。抹那么多干哈？吃早饭了啊！我们今天的早饭是煎蛋、咖啡、一点点心、水果。我们的这个景色呢是赛里木湖湖景。刘们吃完饭又开始在外面晃。晃。嗯。人家是散步。
好了，我们说完了。昨天我们搭的帐篷不是特别的多啊，所以今天收的比较快，只用了20分钟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赛里木湖吧，出发。从果塞风景区怎么去到赛里木湖呢？咱们需要往伊宁市方向沿着高速行驶，经过果子沟大桥，去到果子沟的沟底去掉头，然后再返回走到赛里木湖下高速。很多人在走果子沟大桥的时候都忍不住要停车拍照，殊不知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拍照是很危险的。你们看这个车就准备停车拍照，高速公路上是严禁停车拍照的。如果大家想要观赏果子沟大桥，就从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路口下来就可以了。欣赏完果子沟大桥，咱们还能再上高速，也不会绕多远的路程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去赛里木湖露营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